Hello，我是香香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个梦回伺服器，它是一个很经典的石器时代游戏啊，现在受到大家的欢迎啊。这个游戏呢还蛮经典的，它是很久以前的一个，就算石器时代早期的游戏啦。那哦，后面这个是管理员大大。哇，他好像可以组队啊，他最多好像可以组5个人吧。拍照啊，哈，拍照拍照。那我站中间一下。OK，这是我。对，我现在是火之精灵啊。他一开始创角色的时候，4个属性，有地、水、火跟风。那我一开始就全部点火了，对不对？我突然觉得他们好吵，先离开一下。那是因为他们会就是他们有做些动作，所以他们就会发出那个啾啾啾的声音。不过不影响啊，就是那我这个人物呢是火之精灵，他就是有点像相克的吧，水火风地。那我这边可以组队，我最多可以组5个人。等一下，我先只有一开始只有一个人龙的，是算人龙吗？一个宠物，然后包括我的坐骑，然后我昨天又抓了另外三只恐龙，这样子蛮可爱的。那我可以坐上去，我也可以走路，这样。哇，这是什么火车？加加，好加加，加加用这个上面这个手就可以加入团队了。好可爱哦，好可爱的庄园。这是电脑游戏。哦，骑乘训练师。哦，一开始要找他骑乘我的关于骑乘宠物，学习骑乘宠物是干嘛的？学习骑乘技能。好，团队解散。那我现在要学习骑乘宠物。哦，他可以参加一些课程啊，初级班的是等级40以下的宠物啊。就这个吧。等一下，特级班是什么？骑乘全部等级的宠物啊，要花5000石币学习费。你已经学会初级班了啊，不需要再学习了。OK，适合我的就是长颈龙跟这个是什么长牙虎吗？很快去把它们找出来。哦，我身上已经骑一只啦，应该不需要找它了吧？我开打了，OK。那他一开始的时候，这是攻击，那我可以选择我的目标，然后这是什么？哦，我的宠物满了，不然他可以抓他一下，等抓。然后这个是咒术，咒术可以用猛毒的精灵是什么？点他一下，然后选择我的目标。然后这个邦奇诺呢，就是我的这个人龙的这个红色的恐龙啊，它可以选择防御或是攻击。哦吼，踢他一下，51滴哦，马上倒了。我现在是萨伊纳斯啊，萨伊纳斯是什么？马上进入战斗啊！因为我怎么把小宠物叫出来啊？邦奇诺，他应该可以叫吧？哇，攻击力好高啊，120啊！等一下，这个什么？要先，这要加入家族的，这应该算是工会那种感觉。这是长毛象快递是什么啊？可以载我到哦，运送用的。问他一下，这个快递员，最近火星好像太忙了，我们需要帮他找一个帮手吗？好，我要帮手，快点，快点，我要帮手。帮手，好，没有算了。欸，这边有个，这是什么？佳美航空哦，这是要去哪里的？可以载我到别的地方去吗？要前往奇怒伊村的时候，请务必要使用。好，我刚刚看一连串的，可以加入吗？
客满了的，我要加入啊！应该没有多的座位了，那我就是想加入你们，可以吗，各位大大？哦，这是演员，然后冰琴是吧？冰琴，反正玩家还蛮多的。杨哲表示什么？这是要带我出去玩的意思吗？是小易，嗨，小易。对，这电脑游戏，我下面有连接，点进去就可以下载了。看一下，他好像可以做一些，哦，他可以坐下，挥手，点头，高兴，然后攻击。Hello，Hello。还有原地御敌哦，应该就是站在原地，然后敌人会自动来攻击吧。啊，这贩卖名片要干嘛？贩卖往前往那个竞技场的票，你的话免费咯，能够进入竞技场吗？还有其他的票全部都要回收。那么我们就把票交给你了。还有这张票若是登出或是放在地上就会不见哦。哇，他说我的黑虎好帅啊。不帅应该是前面这只黑虎吧。就问他怎么样获得黑虎啊。哦，你要抓一只给我耶，这么好。哇，这么快，格萨鲁。宠物树影满了，我先啊，反应不良，先把这个乌力丢掉啊，等级一的，死货了，萨格鲁啊，对，已经获得这个萨格鲁，哎哦，他一开始也是等级一啊，哇，机爆是这只嘛，对不对？灰色的。动作好快哦！黄金鸡，那是什么？黄金的蜥蜴吗？哈哈，那是金豹啦，金色暴龙啊，是很像蜥蜴啊。练等到80等，解完四大去漆黑就可以转身。哎呀，我有听没有懂啊？哦，我最多只能捡取这些啊。这石头是干嘛？是钱吧？哦，哇哦，真的是钱哎，100万！我这个可以骑，这是什么？这蓝色的什么东西啊？这好可爱！哇，好棒哦！这是什么？获得了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！哇，哈哈，这只是什么龙啊？它怎么一直在睡觉啦？哦，要找这个有 L 上面有 L 的才可以加入团队。正妹爱上我，加入团队。正妹靠近我，加入团队。哇，好多 VIP 哦！哇，居然可以穿过来哎！
哦，布塔伊洞。哇，这什么？什么？选择一只恐龙战？哦，大家围殴他。集中火力的概念。先点敏捷 ，OK OK。哇，我等级上升这么快。哦，这里啦。然后敏捷是生命值哦。OK， 点完了，一次可以吃一个礼拜，哈哈，我吃了很多颗了，糟糕。AI 上面的设定 ，OK， 这里呀，为什么不能点它？买治国，哎，治国哪里啊？哦，这个斧头好像不错哎，买了。商业看一下，智果二在哦，智慧果实二。哎，等一下，看来要使用这个物品还太早了，先啊，那只能买智慧果实一喽。80等能吃完。好，会练更快哦。石壁拿着先，那我智慧果实呢？给他买个，来个诶，最多十颗的，好吧，先买10颗好了，这样就可以喽。哇，今天要去解成人礼啊！哦，圆满羽毛可以直接飞啊！带啊、哦，对啊，带我啊，对。哦，海底通路，地下一楼哎。骨灰级玩家，哎，仪式的审判，我现在跟着他走，先要解成人礼。哦，拿到15个玉，然后回去说话，可是我的东西都丢地上了。好，那等一下再回来拿好了。获得遗之兜。队员无法使用，脱离队伍。哇、哦，
竞技场吗？地的使者，水的使者，火的使者，风的使者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练火的，所以应该是火的使者。不要讲话、啊。大地守护者啊，是哪一只啊？我看一下。哇，50等的。哦，机器人，机器龙在这边啊，在打他。下面这是什么啊？山羊一样的，是哪里？家族管理员，占卜师，家家的村长。我现在回来到这个地区是哪里呢？猎人。哦，所以转身之后，我等级就变成小于5了吗？哦，要5次这样子。重复的就可以算是五转了，然后就可以骑这个机械暴龙嘞，哇，好棒哦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耶！终于完成一转了，谢谢各位大大的帮忙啊！那我们今天直播先到这边了，喜欢呢记得帮我影片点个赞啊，好不好？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